又問下文君啦，即係你嗱，其實你登台有好多歌噶嘛，咁其實你係咪有啲歌會特別中意，特別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樣嘅咧？其實咧，我就中意聽。梅艳芳嗰啲歌啊，我都觉得你把声系比较系嗰啲嗰类型嘅，系因为我觉得佢啲声咧系好磁性，好有韵味。我系中意啲声咧就系沉声嘅，好似妹姐啦、小凤姐啦，蔡琴啦嗰啲声。你今日咩意思啊？即系唔中意我啲声但系我啲嘈乱巴闭嘅声。但系我又好中意啲响嘅声，响得嚟清嘅声，即系好似恩妮嗰啲声。哦，所以又奋斗。系啦，冇错啦，我又中意好，同埋我觉得佢把声咧系好有女人味。即系证明咧，阿文君系冇中间。文君咧唔系，佢系欣赏好似 Baby 啲咁高音嘅，所以佢系选择啱佢唱嘅歌，系咪咁讲啊？我系好怕啲。哦、所以你就而家要同我哋分享呢只歌，又叫做《女人花》啦。系啊，我又用啲低沉啲嘅声嚟同大家唱。女人如花花似梦，女人如花。
我第一次听，第一次唱啫，呢只歌都系好啱你啊，好有女人味啊，嗬！我第一次，我好大胆地试下唱嘅咋，唱到个 mood 啊，好啱你啊，真系，多谢多谢，我咁下次我有信心去唱呢只歌，但系我觉得呢啲歌咧系。即係一啲好嘈地方嘅場合唔啱，一定係入啲會堂入邊唱先得㗎，冇錯，係有嗰感種感覺氣氛。或者好似我哋今次咁嘅空氣之中，唱俾我哋啲聽眾聽咁樣。